你看一下哦，有时候人家喝汽水的时候，你会撒盐巴下去，撒盐巴下去它会冒很多的泡泡。那泡泡是什么？那泡泡是本来溶解在饮料里面的二氧化碳，它会跑出来。好，或者是你把汽水打开的时候，它会冒泡泡，那也是溶解在水中的二氧化碳。所以甲和乙它都是二氧化碳。像这一题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问。对吧？